他直接打闪的，没错，开局闪加阵哦，这边技能全部给出右边的人，我发现 Forsaken 先带走了 Foxy Knight， 哇，而且他是360度又拉了回来，然后 A 面同一时间也顺势压了过来，但 A 面这边是不能不太能倒的，因为你另外一边开的比重还蛮高，哎呦，这边想看一个前期的电灯追击号哦，放到了，那这个狼哎，小小的撞墙壁，不过。 这一波的前压呢，让房子方拿到了人头上面第一波的优势，而且少了一个进场的解体，这边就尴尬喽。巴斯这边没看他吗？因为近距离这个转角，这边退不到，来不来退了，跑出拉起来，但是 Buzz 因为在下水道的关系，其实也看得出来这边是打了一个勾引的组合哦，从下道摸过去才有办法做追击前压的人 something。 超里面怎么样抢？哇，这是 Buzz， 没错 ，Buzz 的突破啊！哇，好可惜，他这边连续两个小身位都是直接秒掉对方。 然后 A man 压出来的脚步声也被听到了，这个距离狂是自己的队友进去哇！但是因为这边有毒烟哦，所以对于 Marco 来说，他的对枪其实优势是蛮大的。那主动观开烟的这个情报呢，在自己的手上 ，RB 还有架一个90度的枪线哦。这波回防难度真的比较高，但打败还是先打赢了第一个一打一，39滴血，他手上有一个炮塔。 My Freak 近距离是残血的，22滴框是用泼就泼死了。哦，再泼一个吗？打败，但是 Buzz 这边呢还能拖时间 ，Tower， 哎呦，没顶住，只这里就看能顶多久了。一颗头，两颗头，这一局来再反清一次之类的。而且因为北面一直没有收到太多的情报，然后你 A 面你在大当局的时候呢，你不太可能会去尽可能去碰 A 面，因为转角太多了，而且很容易被 bait 掉。好了，那这边。 盖完包，这一局应该就是没什么太大意外了，给炸局了。啊，这边给炸不可能 ，Paper Race 哎，嗯，一定顶，四次针还给炸，不可能。踹一下，踹一下，很难呢。这边四次针还要先过这个毒墙，他们人都待这么后面，有机会进去吗？先给个雷，再等 A 面那一只，等 A 面看有没有机会做个球。 但我觉得这一局很有趣，就是 Paperless 选择有起枪，起了刺针，但起完刺针之后呢，手的方式像是四只翅膀制式，然后再读点一样。哇，时间上来不及了，而且也不给你捡枪，枪被运走，而且还是打得比较偏稳一点哦。哇，但这边用探对枪的方式的话，就给 Paperless 一点机会了。Double Pick 在两个都在路中间。 就他也不是用他，因为他拉 buff 圈，他其实可以用跳的方式等等方式出来看的，但他选择用直接走出来方式就被架枪给架死了，用预设位的那种方式打啊 ，lamping 的架枪啊。接下来 Marco 也发现对方在A面这边做前推哦，直接要锁定了防守方的位置之后能反击吗？不行，反正进攻方的技能这边稳稳掌握住哦。开了嘴的精灵想要来反打，但没有成功，上次连带两人的再配个闪光出去，继续硬顶没问题 ，Buzz 小雨道，阿叉系的对啊，对啊，对不对？哦，直接干拉，嗯，第二只又要干拉，再对枪吗？再对 ，OK， 再对就要给机会了，又这两个人，这两个大绝炸过来，哇哦！哎，我觉得 DRS 好像有点打得很不是，绝对不是，肯定不是，还是他会讲台语，还是他干嘛呢？打败干嘛呢？这边前压被 Marco 顶住了，还是他是那个我们士官长的粉丝啊？你说老八传奇？你说现在3比0那个超级巴特勒？没错啊，应该是吧。这边前压被顶住之后，哎，这空飞有一点给机会，但幸好对方是没有把握住。这边并没有太好的返场技能，然后只剩下一颗烟，应该是直接 A man， 然后做一个夹击。下烟，哦，他是直接拍深处哦，好特别。 那你这边前点，他要看左右两边哦。右边近点，要先来清哦，先把面拿下来。但是面这边如果被卡住的话，点内可能也比较尴尬一点。哦，Forsaken直接滑进，还是打了一个一打一。不过 Sex 在点上用自己的幻象哦，换了两个人加气爆，拿到 My Freak 卫星攻击是握在手上的，只是这牌能出吗？他前面没下，这边可能就来不及下了，一打一。明显，这有点明显，对。哦，阿 K 打败，今天 对枪手感很好，56滴血人没倒，他也知道这边有人中。阿 B 倒了，那你没有烟嘞。哦，开启了这个纳米系统之后，拉出来再抓了一个 Foxy Knight 的过点，因为他的毒墙是这样子下的，所以其实他们B面如果没有控制住的话，基本上进不。哎，第二只不知道。但是他因为毕竟架了一个飞预设角，所以这个位置。 对手Buzz第一拍也是没有往这个方向来架的，只是在近点前呢，用干木方式就掉了太多的人了。
好，两只情报都知道，一个包点，然后一个 B man 这边一对一对枪，哇，没顶赢。啊，所以把这个狙运走。他要丢到那个，应该是想丢掉，他丢到那个洞里面了吗？没错没错，垃圾处理丢下去喽。这样有算回收吗？这样有回收吗？啊，没办法回收了。哦，糟糕哦。他那个已经掉进深渊里面了，掉进深渊里面，玩的胃好痛。不过幸好啦，就是俊的钱是很多的。刀刀、欸、刀刀，上平想刀，上平一定想刀，上平就跟队友说不要来，来了，三二一哦，要开趴了，一二。没办法，但是后面还有下面一位，也没事，对方飞起来躲过了火箭炮，盒子浮空了，浮夸了，这里反弹手雷把 Foxy 的位置给逼掉，全部人都被逼到点内哦，决定是要来开一个蝮蛇领域来扛，但是打完之后下一个 pick 竟补掉了 Foxy 的侧脑。对啊，你这个时候你把招全部开完了，那你这个蝮蛇领域你要怎么去处理啊？扫地机器人，然后这边看一下判奇也有阵。等一下呢，就先把这个位置给排开了。不过 Marco 很聪明，他跑到二楼了。蛇咬毒液下去之后呢，人还拉到二楼，淡点躲猫猫时间。他打得好骚哦，我就是不漏，不抓你，我只要不死，我们这把赢了。OK， 这边知道是霸者情报了，枪来不及。蝮蛇领域的情况下，他们怎么没有？我谁肯都已经摸到下水道了，震到，哎呦，这个对枪还差点要把俊给换掉哎，霸子今天的手感也不差哦，但这里看得到过点，哎，呜，这边都查 Foxy 奈，他这样子小身位这样进来，点上看一下 something， 直接踩在你烟雾出来那个位置，利用你烟雾在玩弄，再打了第二个，这个男人很狠，那包应该是要给阿，哎，不给阿 B 吗？哦，差一颗灵球的话，那就是这把直接顶了，啊，穿烟穿掉了。那这边配上全员封锁，其实很好锁定 RB 的位置哦。B 皇这边顶顶得住，雷进来，雷加火，火烤两只，就是我密、哦，又是你又是你，对，都是我。你现在怎么变那么谦虚？哎呦，侧拿 RB 这边蹲到了 Forsaken 啊，再来吗？南边对枪，但 Party 又来，怎么火箭炮这么多？咻！哦耶，你没死、欸，他怎么可以没死啊？32滴神功护体啊 ，B 皇。但这边人都在 A 面的情报知道，来看一下，有点被卡住了。打败幻象出来，先带了第一个 RB 的头，第二个 A 面这边 Mind Freak 也打赢了，用坡的往前顶来，一个震，然后飞向个修罗弹。好，对方先一个纳米系统防住弹，这边经典短管的霸子躲在烟雾里面，前面给一个震，但是震完之后短管，哎呦，喷到脚趾了，人没死，人呢？人呢？要刀他，要刀他，刀子拿出来啦！哇，好可惜！但这边三连发，哇 ，My Freak 的头怎么一直被点，然后不会死啊、哦、？Aaron 头很硬哦。Spike planted. Foxy Knight 的位置也被抓到了，身上还有一颗烟，但是用这个烟有办法制造一些一打一的机会，是他在这一打三局面要已经有大招的情况下，这边就是先送一个金。空中、欸，哇，没办法拦住，剩26滴血，哎、欸，两个被弄死了。他怎么走进去被冰冰给烤到了？这两个好像是失误哎，一烤双吃完了，一个是想走出来，一个是想走进去，是不是？为什么那两个会黏巴打，然后两个都被烫死啊？我感觉 Marco 好像被卡住的感觉，那个画面，因为两个好像死在差不多的位置。我就跟你讲，今天有问题。他今后面长什么样子啊？一个阵狙击。OK， 这支枪啊，放心，又遇到蹦蹦跳跳的双飞阵了。焦点想再拉起来，一直推到脸上，哎呀，刚好下了技能，所以第二波短管掏在上面，慢点 Forsaken 直接把脸上两个人带走了。有点尴尬，大招阿 B 不好开，这个角度引导之音剩一个，哎呦，哎，那这不一样喽，波倒了，然后开狼风又抓到了前点的 Forsaken 出来 ，Forsaken 打算去抓 Canting 的，但是被敲了一个侧脑哦，接下来过点这一拍 something 又顶了一下，然后结果烟雾里面躲一个打败，有一个在掏耳，躲猫猫大师最近开出来，知道对方的位置。谁赢猜吗？短管就是生死局啊！哇，这两队很趴呢。没有，重新火箭炮这边从沙地进来，先往烟雾里面砸，看烟雾里面有没有躲人。旱地风雷轰进来，这一波大局就是要直接拿下这一局的感觉。但点上方 C9 还有 RB，
不是，这画面太乱了，而且有点是各打各的。然后第一波那个汉地红雷出来的时候呢，两次的爆发，发生在那个刀子有扛住，开了全面封锁，还是想要来进攻这个 A 弹点哦。那这全面封锁的话 ，Marco 必须要撤退，不过撤退路上 OK 侦查行动加一真爽，只是想要来捞 A 面近点的 Foxy Knight 没有捞到，被打败给带走了。俊这边跑出来给了机会了，那 Bus 有一个全面封锁，这肯定是知道的。这边换枪，把好枪给满血的人来了，霸子。嗯，不拍吗？先前点清完，准备要拍了，差不多了。妈，妈，哦，被闪光闪到，一波拉过来，哇，这边没有妈了。OK， 下烟，刀子丢进去，就是这一拍。好啦，哎、欸，还是弹进去了、欸。他只弹了第一下，咚！但是受害者还是吃到了。天哪、啊，又是短管。第二个，你也是短管的受害者吗？哎、欸，被俩包。没错，想往 CD 走的时候呢，霸子稳稳的 hold 住了背后，只是三枪这边的对枪呢是 something 跟打败各下一城，再点掉 stacks。画面都来不及带，人已经死光光了。他又在嘎嘎乱杀啦，一个人飞进去，另外一个在后面二号枪位一直点一直点。哎呦，啊，66滴血 ，Marco 这个很难呢。三甲，如果这边你有让我听到这个可怜的联动哦，一直在拖对方的时间点。接下来 U 的单挑判官啦，而且他应该是有听到那个战车的声音。阿 B。直接抓到了想要出水墙的两人哦，在侧边的架枪，在长椅这边直接抵耐掉对手，把对方完全不漏，哇，很可惜，因为小身位出。没到东西，给交了，烟一口气直接爆了，四号毒液消的速度是有一点点慢，但是幸好，哎呦，哇，他刚。看起来是被技能限制到，差点被走掉、哦。但原地呢，把两个弹片给缴掉之后，也会多少抵耐到他的进场哦。所以又一次的 DX 用自己的技能哦，拖住了 Paperless 第一波的爆发期。没错，而且 Bus 刚长枪线想要去对枪，就被秒掉。现在不急，水枪你刮我也刮，这边要去打 Yobo 了。闪光进去，等 Marco 这边没错，幻象的威力啊，一波水枪泼到了 Forsaken。你看这 DX 真的把 Paper 打得很不舒服哦，我就很想对枪，但我一直没有一个好机会对枪。涌泉审判，但伤心倒了，你这边 Elbow 也出不去哦。Foxy Knight 先扛住了第一波，咚。反正跟你耗，慢慢来。花圃位这个引导之音是最后的关键了。家里有人在架，同时引导之音，两个人一起 pick 了一下 Elbow 的位置哦，接下来应该不会再给机会了。反正这边哈，怎么有人在这边给我跳这种？降头啊！拿那个判官碰碰上来就把人碰死了。六滴，哦，有给一点点小机会，但需要再大将军杀点人哦。啊，还是要顶的。你判我也判，但我这一把我不进去。弹进场 ，OK， 看到离过点，点上就扛住，没错。再换了一个四针，再泼，好衰，你泼我也泼，就他被打败泼死了。可惜的是，这一波的近点看起来 Paperex 的近点是近的很 OK 的哦。他们就是故意做一个 fake 啦，因为他知道他很清楚知道说，我那水枪一出来，你一定会扔技能。这边就是跟 T1 不太一样 ，T1 就是那一波进去就是真的进去了，但 Paperex 做一个少数的佯攻，做二拍的进场。Stacks 要传烟吗？但旁边有 My Freak 哦。打了一个闪，哦，是毒液并没有完全限制到，他应该在烟雾里面丢的，并没丢到最完美的位置。Forsaken 跟对方打出人头交换 ，Seek them out， 追猎精灵追出来，因为 My Freak 的小这边也倒了，这边要看打败了，但打败今天的状态也是非常的好哦，有四针，拆半条，直接带走，有龙化球，一打一了，很多雷纳标杆的，单向毒烟开起来。但单向毒液怕的是有人不讲理跳过来哦，所以前面先下了一个蛇药毒液，想要弹一波，但打败这边这一穿，而且还直接带了一个，而且还好像应该是脚。哇，小伟走出来直接把侧脑敲光了。小伟有露馅了，这种东西就是这样子。你点上防守是真的很难，抓到你喽 ，Forsaken！ 但是你这个情况露出来之后，来看 something， 又吸血吸起来，
150D 霸子保卫战保得住吗？保不住。Q 点开技能，我就不给你 Q 点，我就不给你，我直接飞进来。来了前点拉过来，哎呦，哇，阿 B 再加一，哇，刚 Marco 也有今天。鬼转360度，那部卫星可以炸下来。哎呀，还是炸到，但是阿 B 妈补掉打败。两个手枪冠军哦，在切出了一个海湾之后呢，帮自己制造一点空间哦。背后包掉了，包夹过来喽。看到大家看小伟这边，哦，霸子拉出来，先来看一下。这一波呢又来打 B 点哦，而且少了一个无效指令，等下不知道怎么打。哇，怎么打？先把前点打掉就可以。第二只没看到，因为他躲在右边。Something 躲在了另外一侧之后呢，跳出来。而在花园这边 ，Stacks 感觉压力很大，决定往前打的时候呢，被对方打了一换一哦。好，那我们接下来点上这边有涌泉审判 ，Buzz 降攻赎罪，时间到了，一个，拐上两个，阿 B 帮补掉。接下来边走边打，有。前点涌泉审判把人都驱赶回去哦。那这边如果你往回退到 U 的话，你很有可能就要撞到我这个判官。又一次用两个弹片进场把 U 给控制下来哦，瑞兹的这张图真的够强。接下来两边浪潮切来切去哦，把站点切成一个很奇怪的形状。不过阿 B 跟队友还是有先把肖尔这一排给控制住哦。这边不急，关键点会是胡卡那边一对一的对位。这次因为肖尔没有拿下来，所以 Papers 的进攻会被卡在点上。哇，顶掉了！先顶了第一个 Stacks 之后，我要转再点掉了阿 B 哦。Marco 从肖尔拉出来也是打到了一换一，场上这边是三打二的局，两个人回去了。Something 边线看到对方小手臂，不着急拉出来，但这个位置，哦呦，很危险，很危险，但是 Foxing 奈没把握住对方的过点，位置也被架死了，哇，出来就是自己肖尔，火箭炮直接往前轰在三箱这个位置哦。这波的盲开并没有炸到人，但是前面你打出去之后呢，先抓顶后的霸子转过来，俊这边也带走了 RB。小火里面 ，Marco 你是最有希望了。这个短管瞬间的甩枪没甩到，对方是判官的、啊、哦，再来一个 ，charge 起来。换你的发光发热时间了 ，Jason 这边的一对一对位，又是一个 A 小单向毒烟，所以这一拍打败可能很难去帮到 Forsaken。那 Forsaken 抓到了，在那最脆弱时光的 Stacks 啊！哎呀 ，Stacks 这一波没想到进个近点有人。马口端烟雾里面，但是不是这个声音，但踩不住，知道有人哦，有单向毒烟，他出去了，他有斜面凝视，人就走出来了。我很顶，我很棒。我一颗眼球，我就要走出来了。我不在乎你的单向毒烟。没错 ，Something， 各种架枪。那这个水枪切出来，知道这里有人了。你在我右边。哎，漏音，没办法，动几下。哦，哇，还一个销魂剑形拉过来。他那这边就看一下 Marco 了 ，Marco 拿判官死守 A 小，但是人家没有人要理你，就不跟你来玩这个布丁。不是他。我觉得只有他这么呛这么硬才可以这样子做，就是单向烟不给尊重，然后走出去，反正你只要出来，我就是一发你这种概念。我觉得遇到 Papers 这种队伍，你就会让人家开始有一种双烟到底是强不强？你怎么感觉双烟什么都做不了？但是我真的觉得，因为是 Papers 是 Papers 是 Papers 的问题。配个闪光出来，上镜这边先带走 Marco 之后再压掉了 Foxy Nile Stacks， 赶紧反打两个，但是在肖这边的一打一很关键，把子又顶住，卫星空袭。喂，但 Stacks 又顶了。有来 up 吗？那个火呢？那个火没有火，全是枪。对方拆了半条，只能压到底了。拉出来点头 ，My Freak 就是带雷闹，所以进攻就是最好的防守。主动在五十秒左右的时间往前做推进。Marco 的侧脑，这谁先遇到谁 ？Oh my！ 哦呦，哦呦，哇！刚刚 Marco 是一个假性插点，他因为他做一个预穿呐、啊，好狠的、哦！他刚一个战斗陀螺插点，点上这边怎么说 ？Foxy Night 狂刺压掉了 My Freak， 隔着水墙想要点没点到，反是 Buzz 点掉对手，投中了。Forsaken 跟俊各带一个。二打二的局，放心，他血量25滴，很惨很惨，这个有机会被穿一下，蓝丢被 Boki 啊！看一下 Forsaken 的选择，他要走底线，确定对方没有往 CT 走，他要走又走，那压力会来自于时间，就是俊可能要先忍一下。Forsaken 换了把枪点头，中了近点点上，丢个手雷。Forsaken 跟对方的一打一，他锁定对方位置，完了，他往左边开，哎，还好有注意到，有，而且有听到判官的声音，这个机械够聪明，弹一个远的。抢劫这一次没让你接住，两个人同时 double pick， Foxy Night 剩下31滴血，人没倒，而且 Stacks 花园进来之后呢，也是秒杀了 Jin。
这一波 ，Forsaken 拆可能头有大招，应该是不给机会啦。而且毒物已经放好了，万威 smoke， 尝试想泼，哇，很 Marco 力很多，这种各种弯位丢得很快。 这个弯位防守方式真的很难走出来哦。等你要等你毒烟没，但这边闪光拖延时间之后呢，可能蓝料又快要好了，起码有个40的吧。对方走出来，哇，又是一个无畏浪潮这一推，而且一把枪都没打掉哦，这样算是蛮亏的。 Forsaken 可以保，但 Myfreak 你这个要保吗？他也保嘞。哟，什么意思？这把20保下来了。 他很想要知道毒墙后面长什么样子啊，所以在这一拍你给了这个狗之后呢，我才选择放完。而且水墙开始要去掩护一下在肖的自己的队友。不过这一拍拉到了蛮多，否则可能道具有放弃，那跟着队友的这个技能一起过来之后，哎呦，要下包的阿B直接头被敲掉了。不过一换一，至少他倒之前他有把他技能全部扔出来了。但这一把你有一个间谍，你很难回防哦。关键是俊这边的一打一。 枪管被看到了，很可惜。但有成功把狙击给逼退啊，狙击这边退到底线的话，其实就差蛮多了。不过护卡里面是两人防守，左边给一个手榴弹，右边给了个是要毒翼，但俊这边还是扛住第一波。勇士什么下来真的哈，近在顶，而且伤心有点上，肖已经往前看到，白银的后，闪电有点炮来找护卡里面人，直接往前跟你兑换啦。可是这样还是4D4的哦，因为你花圃位那个地方是啊没有。 Forsaken干摸A小摸出来了，哦，但听到传送门的声音，来雷娜这把狙击，速度一定会比较快。今天直接开压两个，全部马吹爆，少女电炮又来了，那怎么这次自己没死？因为对方来不及开枪，22滴血人没倒，伤心这边开了一枪之后，对方知道狙击在护卡的位置哦。 好啦，互换了一个马狗，但是狙没倒，然后回来再奶一下下，又是一个好汉，然后呼卡要面对到这把狙击，再探，但听到了机器人的声音哦，但车子开过去了，狙击好像往前再走一步，看他动作很想往前，谁是那个受害者？就是你了，这一定会出事，因为现在那个扫地机器人赶那个5秒太硬了。放心，然后这里 Stacks 还想打穿烟，阿贝好像要出事哎，剩下霸子。 剩下 RB， 霸子带着包，然后 RB 有差，没打赢，Forsaken枪已经开始往上丢了，开始耍杂技了，哎，不是这边真的很难哦，等管结束。